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。科长，厂长让我问你一下，他小舅子掉进咱厂里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他是谁呀、啊？朱四平啊，咱厂厂花，统计科的。又怎么了？起来。哎，昨天事儿没说清楚呢，你竟然敢睡着了你。我说了，你不想听吗？那你现在告诉我，你怎么对不起我了？我哪有对不起你啊？那你为什么怕我生气啊？是你没听清楚了，你就急。那我气死你！说，我说什么呀？我说，在大学的学生联欢会上，我吹口琴，然后有一个女生就把我带到楼道里，结果怎么了？她想亲我，然后。然后怎么说呀？他要亲我，然后我就跑了，我跑了，完了，完了。从那以后我都不敢看他，他一见着我就翻白眼，笑，你还笑，够狠的，你看看。行了。小雨，我们厂的人事科长已经答应我了，从下个月你就能到我们厂里上班了。先去干点体力活，然后一个月之后再去仓库管库存，等那个老会计退休了，你就能接他的班去当会计。真的？啊，四平，这个酒厂可是咱们镇里最好的单位了。你说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呢？啊，我是谁呀、啊？我朱四平可不是白混的。厂里人啊，都叫我厂花，那是随便叫的吗？臭美。对了，四平，人家给咱们办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是不是要送礼啊？那当然得送了，而且得送大礼呢，很大很大的礼。很大很大的礼？那要很多钱吧？要不这样吧，我想想办法，找人先借点钱，你看行吗？不用了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四平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小雨，嗯，还记得这件红毛衣吗？记得。它还好看吗？好看。捏一下，后背疼，我给你捏一下。哪里疼啊？这儿，我手重不重？哪儿都疼。哪儿都疼。我到外面给你拿个火罐，给你拔一下吧啊！不要了。工作累到了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带你去看医生去，好不好？啊！你个疯子，你什么都不懂了。
是清白的、干净的。我想让你记住我的干净。四平，我会对你好的，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的。我要娶你。那你现在就娶我。起了。嗯，这可是北方的品种，可好吃了。嗯，真香啊，跟咱们这里就是不一样。谁给你的？你到底吃还是不吃啊？我不吃，留给你妈吃吧。嗯，这会儿可以吃了吧？吃啊！哎，龙小雨，厂花的口水到底香不香啊？小雨，快点吃，吃完咱俩去打热水。嗯，科长说话算数吧？才一个月，你就管人仓库当库存了，这可比刘臭汉搬东西强多了。是啊，我还有时间可以看书了呢。什么事儿？都是也好也不好。那什么是不好啊？你不能回家住了。可是我们天天都见面，不也一样吗？再说我还要回去照顾你妈呢，我会经常回去的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小雨，嗯，这男的是谁啊？比尔盖茨啊，微软公司的创始人。你佩服他是吗？当然了，他可是大人物，世界首富，全世界人都知道他。以后你比他强100倍。那不可能，不过想想也是好的。请问你是朱四平吗？是。我们要找你了解一下情况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怎么回事啊？行。怎么了？四平，你不要跟着。四平，小雨。你现在都知道了，打算怎么办？问你呢，打算把我怎么办？你说话！别过来！我现在先打人，不要逼我，我从来不打女人的。小雨，
你终于说话了。只要你高兴，你怎么打我都行。来，打我，打我呀！我有什么权利打你啊？我是个没用的人。上学要靠你，退了学要住你家里，找工作也要靠你。可是我根本没有想到，我要靠你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。小雨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原谅我。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，起来吧。你要是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随便吧，我走了。龙小雨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要走，好，我不拦你，可我有话要说清楚。我想让你明白，我不能白白的受委屈。你受委屈，我呢？那我呢？你觉得你委屈？我不是把第一次都给你了吗？你知道酒厂多少人想跟我好，我正眼都不看他们。是，我现在是这样了。你觉得是我想这样吗？我愿意这样吗？天上从来都不会掉金子的，我们什么都要跟别人去换。可是我们有什么？你爸死了，你妈又走了，我是剃头匠的女儿，又有个生病的妈妈，我们有什么？你说我们有什么呀？我根本不想这样，不想这样。你以为我做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是吗？我是为了我们两个，为了我们两个，知道吗？为了你能进厂里，我什么都豁出去，我还要在你面前装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？可是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我爱你，我不能不帮你。为什么老天爷对我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让我们吃那么多苦？是公平的，他不是让我们两个在一起的吗？两个人一起熬，总比一个人强。这份工作是这么换来的，我当初无论如何都不会去。我没想告诉你，本来可以一辈子都不知道的。思平，好了，你走吧。怎么这么傻呀，思平？小雨，为了你，我
为什么都可以放弃？小雨，你别嫌弃我，等以后咱俩过上好日子，你一定会觉得我现在受的苦，你现在生的气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苏萍，你别怪我，苏萍。原谅我好吗？不要怪我。我不会怪你的，至少我知道你是在乎我的。